家好，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啲咁嘅朋友咧？话说咧，我前几日咧就同班 friend 出街，咁跟住咧，其中一个咧就拍我膊头，佢话：喂，铁，你知唔知啊？我嗰日咧有幅相啊，攞咗24个 like， 然之后我就话啦：哦，系啊，咁跟住咧，冇啊，都系讲出嚟等你开心一下啫嘛。佢个自信样，你系想一巴黐埋佢嘅，即系咁，你攞多个 like， 你系唔会名成利就噶嘛？你攞多个 like， 你唔会变聪明噶。同样道理，你攞少个 like， 唔会少咁忽肉噶，更加唔会倾家荡产。个问题就系、是、隔篱个 friend 咧，就听佢讲呢句嘢，跟住佢就醒起咗一件事，大镬。喂 ，DDD 系喎，上次咧我上紧 IG 嘅时候咧，就发觉你 unlike 咗我张相，点解你要咁做啊？我冇，咁我揿错掣啊嘛。揿错掣，你咪好唔中意麻烦嘅咩？你咁唔中意麻烦，你咪揿咗咪算咯，有个 like 喺度咯，你做乜嘢啫？首先，我想大家搞清楚嘅就系 IG 啊、Facebook 啊、YouTube 啊等等嘅社交网站咧，佢创造 like 呢一个咁嘅机制嘅时候咧，佢嘅原意咧系想大家咧喺朋友与朋友之间要正面嘅鼓励嘅。如果你觉得你朋友嗰张相系好嘅、系靓嘅、系有建设性嘅、系对佢有影响嘅、系对自己有影响嘅，你不妨咧 like 佢。但系问题就系、是、呢一班人咧就完全唔知道 like 嘅原意嘅，净系想攞多啲，然之后咧就出现咗另一班人啦。呢一班人咧系导致到另一个社会现象咧出现咗嘅，我叫佢做赞好化，英文系赞好化，就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你身边嘅朋友突然间有一大批佢担任嘅工作咧，就并唔系什么酒店嘅经纪或者系某餐厅嘅 waiter 咁啊。洗赞小鸭鸭，洗赞兵团，呢一班人咧就加咗我嗰班 friend， 我嗰班好在意 like 有几多个 like 嘅 friend， 然之后两班人咧就互相产生感情啦。而呢一班人咧 like 嘅原因咧系冇原因嘅，佢哋只系为 like 而 like， 总之 like 晒你所有嘅嘢。我肯定佢哋系买咗 LL 嗰把公速刀，如果唔系佢哋 like 嘅速度点会咁快啊？我就算啱 up 咗一分钟都冇啊！佢连睇都未睇完我下面打嗰篇长文，嗰啲 MK 感慨文咧，佢就立马就 like 咗啦，完全系唔需要过目过任何嘅资讯，就不断就喺度 like 啊，漏咗张啊 like。就是这样，这一班洗赞小鸭鸭或者兵团，我不知道又不理啦，洗赞小鸭鸭和兵团就不断赞这一班这样的赞之机学者，赞之机学者啦，这班赞之机学者就和这一班这样的洗赞小鸭鸭与兵团就做了好朋友了，恶色循环就不断这样循环 Cycle of like and like must be continued, we will get a like。跟住咧，佢就日日都同我晒啦，攞咗24个 like， 我心谂关我鬼事啊！你唔使同人讲嘅，即系你攞张相摆咗上去之后，有一定嘅对人有影响力就自我多 like 啦。但系实情就系你攞咗几多个 like， 我系唔会在意嘅，你讲俾我听冇用嘅喎。I don't care。不过讲真啦 ，Who care？